今天呢是这个 PS 玩乐 DNA 的过年同乐。耶！没错，过年呢这个少不了就是对抗。没错。等一下呢会分成红白两队来进行 PK。我会来主持赛事。嗯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是小熊跟小岛为红队。啊，那这个鸟屎跟阿美是白队，蛮有趣的。赢的队伍就可以享用美食。完了，我看我今天要吃两顿饭。哎呦，嚣张嚣张，没事的。赢的才可以吃，但是我必须说，这种小游戏，自从卤蛋之后，应该就是我的天下了。咪咪加油！有了哦！哇，你是棒咪咪！哇塞！哇塞，你屌打哎！去泡咪，我们要吃东西，把那个粉蛋改成消丢。哎，你绕哦！我已经知道怎么玩了。刚加油！刚刚出去。不知道怎么玩吗？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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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至少拿个一分吧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比给球还高，但是我必须说，这种小游戏，自从卤蛋之后，应该就是我的天下了。就是我的天下了。嗯，加油，咪咪！咪咪冲啊！咪咪啊！哦，为什么他有火啊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好像是落地。咪咪输了，咪咪的。咪咪没有在画面里耶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加油，咪咪，快一个啊，来不及！咪咪的弹跳力好低哦，跟角色的问题吧？不是吧？不是的吧？咪咪又输了。不是，我这太好奇了，我可不可以玩一次？然后他照来，应该跳要按住之类的吧？跳要按住。我在哪里啊？你看是不是？哎，咪咪，哎，为什么咪咪那么慢啊？对啊。现在交换，追给你看。哟！到底怎么按的？我还不反超！哎，不要再怪咪咪了，不是咪咪的问题，不是咪咪的问题。刚刚就是第一个游戏，这个现场好滋味，超级猴子球，蛮适合这种合家欢乐，过年一起玩。那规则算简单的，哎，你扑悠扑悠强很多。不要我觉得俄罗斯方块我好像比你强。我的玩法是失误就会那个的哦。失误就会输了，就会输。没了没了，他炸了，碎了。我们的这种玩法按照，我按到了。你真的不会玩呢？没有，他这个是失误就是那个的，就是跟我刚刚一样，那个失误就那个的。教导速度起来了。哎，我的策略果然是对的。闭嘴啦。干嘛那么凶啊！我输了就会那个谁，我输了就会迁怒的类型。Oh no！ 好强啊！哇塞！可是我们刚刚猴子也赢。猴子输了，输了。你是失误就会失忆。你是失误就会开始乱讲话，你是失误就会想要篡改人家记忆。最后的决赛游戏是 Just Dance， 真的很过了零二二，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要跳一次，但是我们两队都有六段使用权，所以六段跳两次。我要不要哎？好胜心很强哎，真的，居然选一些平常自己在浴室偷跳的舞。哎，小狗不错哎。对呀，小狗有动态耶。懂跳哎，搞他怎么越跳越前面？对啊，才一前一后，真的是不完哎，还有走位哎，都五星哎，哇，那么强，哇塞，他们不管，他们脚都没动，他们完全不管里面有人甩头，他们两个人就在指挥交通而已。他们脚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们脚都对，他们脚是假的，他们看起来像国中我去霸凌的同学。小熊看起来很像是阿北在学校被霸凌唯一一个对他讲话的，差太多了吧？跟后面的动作，后面那个感觉很像很努力在带流量的老师，他们两个很像站在最后一排。别死在原地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怎么台哥的语气啊？这天在想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资源都在我们这边，都不给宅子道？